在看什么啊？在看什么？我们等一下可以泡澡吗？泡哪一个？要泡吗？我要泡哪一个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爸，我是鸟妈，欢迎你们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是七月一号，也是暑假的第一天。通常我们会俗称是鬼门开啦，不可以这样讲，不可以这样讲，不可以这样讲。很久以前就开始想说要怎么办，要怎么样安排他们的活动啊，等等的。因为去年的暑假，大家还有印象吗？就是整个被疫情困在家里。现在真的比较好了，然后也许再晚一些时间就可以出国了。对，我们就是想办法把他们的暑假弄得非常充实。入住一个晚上嘛，听我们家庭房间。对，我们房间在十八楼。Okay. 然后这个饭店最厉害就是它的泳池在32楼。啊，它的泳池是那个无边际的泳池。听说很漂亮。到了。1803。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子把它贴起来的。房间长什么样子？好，我拿。好 ，Go， 要插卡。哇，美耶！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我们的房间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就是两张标准双人床，落地窗旁边就有一个小沙发，然后呢，很简单的有一个办公区。空间来讲，其实就刚刚好。我觉得还蛮适中的，不会太挤，也不会太宽到，就是你觉得太大这样。这里有一个简易的处理吧台，这里有咖啡机，胶囊咖啡机。来，他们付的是 TWG 观光。菊花的，然后跟英国早餐茶。继续往这边走，就是一进来的大门。对，我们刚刚进来的。打开就是哇，大空间。哎，这个浴室真的不错。我觉得这个浴室的设计我也蛮赞赏。这个是什么奶茶色？奶茶色啊，我觉得我很喜欢，它是奶茶色配普鲁士蓝，我觉得很好看。那左边是淋浴间，然后右边就是马桶。对，然后中间刚好有一个。我女儿一进房间呢，就偷偷摸摸的在那边写字，然后我以为她在干嘛，她跟我说她在画画。结果呢，我得到一张卡片，这张卡片的内容非常的实际，我帮你念。好，妈咪，您舒服吗？我很舒服，我很感谢你付钱让我们住饭店，我爱你，星星上。我跟爸爸一起付钱的啦。对啦，听一下，听一下，啊，好可爱。怎么样，牛就是贴心。嗯，我觉得他赚钱带我们去住饭店的那一天应该不远了。好，我们开箱完房间，那小朋友你们第一件事想做什么？游泳。板桥的，哦，这一面景观非常漂亮，看游泳池吗？还有我，好玩吗？哦，消失了。然后我发现我们从疫情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饭店游泳池，对不对？我已经两年没游泳了。现在可以就是慢慢恢复正常生活，真的是一件很感恩的事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踩到底了。踩到了吗？哦，有，你踩到我的脚了。我觉得你下次应该跟我们一起游泳才对。对啊，我想说在岸边带他，没有想到我是在岸边带二哥。这个你可以下来吗？哇，然后我就会潜到水里面。是哦。你会掉下去，你会怕怕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回来了。这是一个很棒的饭店，两天一夜的时间也是快速的充了一下电，这样。
对，为我们的暑假揭开序幕。其实对于我女儿就完成了她的小一学业这件事啊，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是让我们感到很开心的，但也有几件事情让我们觉得有点担忧。我觉得从他上小一开始，原本我们很担心他课业会跟不上啊，会被霸凌啊，迟到啊，对，考试会排斥啊之类的。结果没想到他适应的蛮好的，那回来的成绩、学习成绩也都表现蛮优异的。然后他也带回了一个模范生的奖杯，所以其实算表现非常可圈可点。其实表现也不错的。对，就是交了一张还蛮漂亮的成绩单。因为我觉得他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，其实他整个都是在跟着考试的 schedule 走的。嗯，对，我觉得没办法，就是我们也都是这样过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也都是其实才念到蛮高的学历，但看到自己的孩子这样，就会觉得说他好像在走我们之前走过的路。我其实常常有的时候跟你女儿在对话的时候，比方说他考完试，我就问他说：“那你现在想要干嘛？”他常常会有说：“不知道。”蛮担心的。对，我老实说，他去学校，我最不看重的东西就是他的成绩了。我觉得他的成绩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反而希望他会有好的学习动机，他对于他有兴趣的事情，他自己会去想要知道更多。所以，当我们发现在，考试制度之下，好像没有办法培养出他那个自主学习动机的强烈感。这是我们这一年的心得了。嗯，比较 worry 一点。所以因为这样，我们有在讨论说，可能看一些实验教育或者是一些非传统体制的这种，不是以成绩为导向的这种学校，我们有在稍微的涉略这样。对对。当你知道你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学习的时候，你有想学的动机，你就自然而然的会在那个领域把它钻研到最好。那当然，你的成绩也会好咯。比如说，你真的想要把韩文学得很好，他就会开始自发性的去看很多，大量阅读很多韩国的文章，或是电影，或是音乐。那当然，你的韩文就会突飞猛进啊！如果可以培养出这样的孩子，我就觉得这教育是成功的。那个清大硕士的人讲的哈，我不知道大家对这种实验教育或非传统教育的想法是什么，你也可以留言在下面跟我们分享，或者是你自己就是非传统体制出来的人，那我们就非常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。对，我们就是蛮需要大家的经验，这样。我们暑假有帮他安排一些实验教育的课程，我们就再慢慢跟你们分享。我们还是出去玩啦，好。对对，人生嘛，就是要做做看实验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。川川想要入境，你是川川。恰恰。哦，恰恰。说拜拜。你说拜拜。说拜拜。再说一次，拜拜。拜拜。手挥。手跳。拜拜。拜拜。